中国的葡萄酒故乡，亚洲的葡萄酒城，看张玉如何将红酒文化引进中国，写下烟台的紫色奇迹。不知道为什么喝这一口下去有登大郎的感觉。中国刺绣传千年，技法花样大不同，走进鲁绣的故乡文登，看一根绣花针如何织出百亿产业。绣这个欧洲的，绣美国的，绣东南亚的，它都不一样。一城三色半城湖，四面荷花三面柳，逛老街尝泉水，全城济南山水风光古意盎然。在这种地方啊，每个人都拿那种大的保特瓶啊，或者小的都要来接着泉水的煮饭啊烧菜。佛教文化源远流长，山东第一世故事说不完，海峡两岸上演佛陀寻亲记。八十我们自己没看好，我们溜了溜到的台湾报道来，我只要一看见了他，我就能知道他是我们的，因为他是我的亲人。赶紧跟着中国大体验李姿莹的脚步，走进圣人之乡山东，体验不一样的中国。